我们出去办点事情，没事，有记得请他叔叔回过来吃。 告诉我，我请客。去年七幺六，八枪抢走四十万现金。今年年初，13枪抢走150多万黄金币。他们好像一直都比我们快一步。三队人马，两辆摩托，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条出路。吃面。 饿了就要找吃的，没钱了就得动手。他们不是饿了才找吃的，他们是吃了这一顿，就已经想好了下一顿。再来，我们早就被他们先盯了。7分钟，沙比打110。